是我们的干贝糙米土鸡汤。那先等一下先吃鱼丸跟喝汤，等一下我们会帮你加白菜。哦，这个鸡汤很夸张哦。鸡汤，你的那个鸡的选料，那只鸡很正哦。那个不是一般市售的鸡啊，那个是养竹叶的鸡。竹叶的鸡就是7-8个月，6个月以上，不会是2-3个月。哎，血的鸡啦，那这样都给。很结实啦。啊，对对对，就是熟到肉都是甜的，很结实，对，肉要甜，基本上连胸也是啊。对对对对，就是吃那鸡胸肉就知道。所以你是鸡汤炖鸡吗？对。然后没有，它这个鸡汤还有它等于是2张倍浓厚的清汤去炖的，不是鸡骨或猪骨啊，这里不用浓汤，不用，就是几倍的鸡汁去炖这一只鸡，一样是原鸡，一样是有炖过鸡的鸡汤去炖这锅，对，这锅鸡汤大概是有2倍啊或3倍的鸡。原汁鸡汁去炖鸡汤啊，很好喝啊，很浓郁，而且很香。那个鸡的这个本质很好，它是清的啦，非常好。以前学的都是秀兰的老菜嘛，那锅鸡汤比纪元鸡汤还老，还早期，那时候还没有纪元鸡汤。对，所以这从那个演变，以前都是专门在煮浓汤的啦。啊，因为煮到现在呢。浓汤很多人不能喝啊，嘌呤太恐怖了。对对对，啊，所以把这个以前那个炖的，因为以前在红豆食谱学的时候做老火鸡汤，老火鸡汤就是吊那个鸡精，低鸡精，老母鸡对，去吊鸡精啊，所以是用那个原理去炖这个鸡汤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对对对 对，它的确喝起来很清，没有很浊啊。不是一个浊汤啊。对对对，那个敦化南路那家叫什么？鸡汤二区哦。哦，纪元。喏，二区来喽。鱼丸是一区，白菜是二区哦。